以遮屁股的长版上衣。那这个长版上衣呢，是一件蛮华丽的上衣。这款很可爱哦，上面除了有这个狗狗之外呢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玫瑰花，很像玫瑰花，所以它拼接了这样蕾丝的袖子，而且它这蕾丝做得很细致，重点是它还是睫毛蕾丝哦，看起来更秀气。在下摆的地方这边，它也是有跟拼接跟手袖这边一样的蕾丝，然后侧面呢很贴心帮你做了一个开叉。妈咪可能就是如果包太紧的话就会不好行走，一定要有侧边开叉，让你的就算穿长版上衣的话比例也会很好。因为它这个超隐形的，哎，它是两边都有，哎，对不对？对，两边都有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这里，两边都有。而且我觉得这件穿上去，因为它上面有红色的颜色，所以看起来会更喜气，感觉气色感觉更好。然后又加上这个狗狗这样笑笑的，身旁的人跟你都一起心情很好。